我是孟非，欢迎你们，欢迎我的三位搭档，来欢迎尉迟琳佳。我应该怎么展示这个衣服？欢迎谢依霖，欢迎江振宇老师，大家好。今天看看观众席这么多人，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有人问过我说，你们每次统计票数都是200票，怎么会那么准呢？那台上你们每次都是整整齐齐200人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确实不可能，台上坐的账号就是200人，多一个不少，多一个不多，多一个不少，不会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的，回回都多，每次坐的都不止200个观众，但是我们呢只发200个遥控器投票器，投票器，因为来的观众实在太多，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来2000个都有。对，因为我们太红了。干正事吧，干正事儿。好，第一封信。妈妈在哪里呀？妈妈在哪里？妈妈一个人活在歌声里。这首歌，台湾小朋友能唱成这样也就可以了，也可以了。好。我妈是个普通的退休女工，但自从迷上了在网上唱歌，我们一家平静的日子就没了。她每天呢唱到凌晨2-3点，好不容易消停了，可是早上6点又准时起来练嗓子。啊哈哈，牡丹。有一天，我爸爬起来迷迷糊糊地问我。谁家杨记了吗？啊，不对，他说让重庆人。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四川哪个屋头杨记了吗？哪个屋头杨记了吗？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戏啊。全家被他扰得睡不着觉，我现在开车的时候精神都恍惚，接连出了2次车祸，他却说：宝贝，没得事情，妈妈这就给你唱首歌来提提神儿。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妈妈，你夜里少唱点歌，我开车才能平安好吗？夜里睡不好，白天呢同样是折磨。只要我妈在家，她就不许任何人发出声音打扰她录歌。妈，吃饭喽。你不要说话行不行？没有看到我在录歌呢吗？你现在越来越烦人了，赶紧找个人夹了吧。我爸看我委屈，帮我说我妈，我妈反倒来劲了。当初不是说喜欢我的歌声吗？你变了，你不爱我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沉默。妈，我要向四大名宿投诉你。哦，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我终于能有一个舞台来一展歌喉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了花儿，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孟爷爷，我真的快崩溃了，唱歌不可怕，可怕的是停不下来。妈，谢谢妈，还我一个温暖的家。我好像开了一场演唱会一样。你们总结一下，来这个地方投诉的，我认为从48到58这个阶段的女性被投诉的占60%以上。这个大姐估计差不多也是这个岁数的。来，我们有请苦大者。哎呦，来来来来来，小美女，观众好。你好，你赶紧回答我，你妈的岁数在不在48到58之间？在在在。你看看，孟爷爷猜得好准啊！他是近期突然特别爱唱歌，还是以前就很爱唱歌？他是只是你们找到一个诉说的平台，让你们来抱怨。他是一直喜欢唱歌，只是前几年给他买了一个那个 iPad 之后，然后有一个软件嘛哈，然后他就一直迷上那个，然后天天就抱着那 iPad。谁给他买 iPad？ 我。下去。谁教他下的这种软件？应该是我大姨。你大姨也是闲的吧？给他下了这么个软件。他也痴迷到不行。哦，他也是。
所以你大姨跟你妈特别爱唱歌，还有二姨。就是 SHE， 差不多吧。那个不太合适，应该叫 TF Mummies。平时唱能唱到疯狂到什么程度，能让你受不了？他是从白天唱到晚上，半夜三更还在唱歌。嗯，身体很好啊，气很。身体不好就是。身体不好，躺在床上哼哼，还在唱。玉师弟唱一个，估计那个牡丹之歌躺在床上直哼哼那种。我感觉一下啊，我就没有，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总是要洗碗呢、啊，洗碗。不会，不用做这些事啊。除了烧水都是我爸在做，然后我妈确实是因为烧水出了一件大事儿。当时他是在家烧水，就是戴着耳机嘛，然后那个烧水水已经灭了，然后煤气已经泄露出来的那个。我说妈妈，你听什么声音？然后他戴着耳机马上起来，没什么声音啊，马上要继续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两次了，我就想，如果我不在家，他怎么办？有危险。对，就这么想啊。那个水烧开了，然后漫出来了，把火煤气灶火弄熄了，然后谁一不小心一点火苗进来，嘣，大楼炸了。然后你妈说，你看现在没事啊。妈妈就燃烧。我们这样，我们先看看他妈在哪儿。哎，好的。啊，哎呦，你看看这个身体很好。一看，您坐。他爷爷准备唱歌，你叫他坐下。你女儿这个投诉你这情况跟实际情况有出入吗？还是就这样？我唱歌的时候是不允许我的老公和我的女儿那个说出声，因为我的录音嘛得发在那网上去，那个很多歌友嘛，所以我不允许他们出声。至于那个烧开水出现的事儿，真的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过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情不自禁啊，没办法。没办法。要不然那个大姐你先给我们唱一首吧，开头曲。我们要鉴别一下你唱歌是不是会给别人带来苦。对，万一唱得好听，对不对？这个我们就让他赶紧下去。哎，轰走了。哎，你先唱一首给我们听，选一个你拿手的曲目。啊，一剪梅吧。一剪梅。像梅花开过，常常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爱我说爱，无怨无悔，痴情长留。好听，再来一个。刚才在整场的演唱之中，大家都各带着奇怪的表情，但唯有一人是与全场不同的。哦，旁边这位大哥，我爸爸，他一直保持一种奇特的肃穆。一剪寒梅，傲立雪中。我想必您右手边的是跟您有关系的一个人吧？我老公。全场只有他一个人，表情是一个字，生无可恋。大哥，点评一下刚才的表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哥，媳妇儿唱的好不好？一般。一般啊。一般，全国第三。
平时在家唱就是这个感觉呢，还是说会更洪亮一些？差不多，差不多。大哥以前爱上大姐是因为爱上她的歌声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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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想问一下，家里的生活惨不惨？就是您夫人干不干活？家里面是没多少事嘛，没多少事嘛。你看那个怂样，就是没多少事，就落一点事。我就把他哎。四川重庆那边的男人都是这个样，结婚五年以上就丧失语言能力。我跟你说，结婚前也是这个死样。啊。你媳妇儿夜里边唱，你也没什么意见对吧？有点意见还是？有点意见。有点意见也默默的放在心里，对不对？对对对。你看。他很少言语的，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我把我的欢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上，我把我的欢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上。我们看得出来，那我是那个可能想唱歌有一点那个痴狂，也不是什么想有什么表演欲，就是自己可能也比较自恋一点，觉得唱歌好像还好听吧。哎，然后那您觉得您唱歌好听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他说网上有歌友嘛，歌友就是有粉丝是不是？对对，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你就得去回访那些歌友吧，有时候就感觉某个歌友唱得特别好听，那就不能睡觉了，那真的是睡不着，那真的是睡不着，半夜一两点两三点也得起来与人家合唱。你旁边坐着两位大姐 H1 大姐二姐，哦，亲的，亲姐姐，亲的，当然一个妈生的，哦，就是你们，你有两个姨妈，是，也是痴迷到不行那种状态。他们是不是一个组合呢？没有。大姐二姐，你们觉得这个三妹这么做，那锅都漏了，煤气都泄漏，这事儿是不是太过分了？没有，很正常，没有，很正常。我也这样干。有一天我下班了，回到家里唱歌，然后我家养了一只小狗，使劲狂叫，我也没听。然后我先生说：“你干嘛呢？那厨房里边冒大烟了。”这种事我干了三次，不好意思了。大姐这个表情，这种事我干了三次了。你们家现在一家老小都还好好，没事，这万幸啊。没事。那要不然你们三姐妹合唱一个给我们听听？非常期待。咱们也营造一种星光大道的感觉。哇！今天还穿的是团体服哎。欢迎，好喜欢你，你好。来唱一个什么曲目呢？唱那女儿情吧。云有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哇，周杰伦范儿。悄悄问满月，姐姐美不美？姐姐，哎呦我的事儿，师傅，没放我走，别吧，师傅，我怎么忘却富贵？师傅，我被抓走了。他山他的金龟，只愿天长地。酒与我镜中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缘起深藏相随。放我回去！不行。不行，快点回去！来来来，你快让我回去！好，谢谢，谢谢。哦，
这首歌是《西游记》里边的，对啊，插曲嘛。啊，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那会儿没手机，有手机沙僧就打电话了。大师兄，师傅，二师兄和我都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说的对呀。你看，你爸都没有反对，而且人家三姐妹家里都这么唱，为什么就你出来挑这个？对呀，别人女儿都没说话，你就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除了我之外，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其实也有反抗，他们也录了视频的来支持我。来，我们看一看，有势力的。我是大姐周平的女儿，我叫冯玉。大家好，我叫黄花佳，我是周一的女儿。我妈妈还有她的姐姐妹妹们走火入魔了，她们超级自恋，每天时时刻刻都戴着耳机在听自己唱的歌，然后这样我们全家苦不堪言。她们三姐妹一个样。最重要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是，我妈妈的心脏不是太好，我希望我妈妈能够重视一下自己的健康。听着那个耳机，那对耳膜伤害多大呀！我希望四位老师也能好好开导一下我们的妈妈们。三个光芒万丈的妈妈，我妹妹在现场，真的要挺住啊，加油！来，那个两位姐姐发表一下获奖感言，都是你们家孩子。哎，大姐姐。其实嘛，知道自己有些痴迷嘛，但是实在是太喜欢了，真的没办法了，已经深深的爱他了，深深的爱他了。哎呦，还哭了。确实有点影响家里的嘛，小孩回来以后自己忙自己的，小孩跟你讲话的时候自己看着 iPad， 但是知道自己不对呀。就是改不过来，知道自己不对呀，就是改不过来。好惨，不对，改不了。我问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开不开心？这个状态开不开心自己？开心呢。好，第二个问题，身体撑不撑得住？觉得有劲儿吗？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疲劳，还是特累的嘛。因为粉丝们他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嘛，自己所以他们是在用生命满足粉丝的需要。就是啊，这是很有义德的三姐妹。对对对对，这是奉献。第三个问题，有没有妨碍家里人，就是害到他们？那个那人都不满意了吗？没有，你看老公不敢说话了，一不想说什么。对啊，女儿来，三个姑娘都投诉了吗？不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仔细听，女儿们投诉的问题其实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对，都是对长辈的担心。哎，如果这三条都满足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有，他平时就是不会跟我们沟通了，就已经完全，就是即使你想跟他说话，他就是敷衍的，他对我都是这样，然后对我爸也是这个样子，就是零沟通，就一个月交流留给了虚拟世界的粉丝，粉丝们，哎，他可能跟自己的粉丝聊到两三点也有可能，但是跟我们聊，可能一个月比不上他粉丝一个晚上的话，可能一个月比不上他粉丝一个晚上的话。那你们就去当他粉丝跟他聊天呢。哎，是我姐曾经说过，如果你打电话找不到我妈，然后发微信找不到我妈，你去那个软件上跟他私信肯定找得到，24小时在线。对，差不多吧。来，这样我们先投票，投完票我们再说。来来来，拿投票器来，支持这个姑娘投诉的啊，同情这姑娘的安一，支持这三位姐姐的二二。成立，同意，我觉得对的。同意，我是能理解的。来，你们三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啊，看来我得反省一下自己，但是那个可能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好像错了一点，回去那怎么办？还得那个下功夫，啊，有一点难，有一点难。但我尽量去注意一下吧。就是不唱就难受，不唱我会抓狂的那个。把你的要求说个具体的一点。我就希望我妈妈能在12点之前睡觉吧，因为她本身那个身体不是很好。这有没有问题？尽量吧。哎，这个答复不好，这不好，哎，有点余地。
先生，我给您出个建议哈，比如说到十二点应该睡觉了吧，他如果去唱去，你也去唱去。你说我到 KTV 唱去，你就是恶心他，就是把这个粉丝啊，哎，给他去掉了。我觉得他不敢。本来我也在想，这有什么呢？这个家庭还是挺幸福的。你看看，你看老公那一从头到尾笑么事儿的样，几个姐姐也开心，家庭幸福又没妨碍到谁。但是我后来想，有130票，我就负责来解读一下这130票。刚才说了，那有劲儿开心，没妨碍谁。其实妨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就是一种妨碍了。我就发现啊，现在啊，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沉迷到某种世界之后呢，他会忽略了人际关系当中的正常沟通和交流。对，你的大姨妈、二姨妈和你妈，他们陷入的就是这种痴迷了一件事情，本来是个唱歌是个多健康、多积极、多好、多阳光的一个事儿呢。但凡是都过了那个度，他就不合适了。哎，对，你看你老公和你女儿就对你们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问题。只要你把这点度稍微控制控制，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的，你们觉得呢？好，注意一下啊。好，我一定听取你们的意见。嗯，来，上那边去吧。杜儿，杜儿。哎，嗯，好好好，谢谢哥。恭喜你获得了海天黄豆酱送出的消除烦恼大礼包。OK， 下一封。好，第二封信。跟我说要用老北京口音来读。是，其实我哪儿的口音都不准。你说说，你说说石家庄的口音，我们听听。我就会一个字，石家庄。石家庄，石家庄，绕烫。好嘞，来读信。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可我老伴儿这艘55岁的破船，整夜整夜跟外边的浪里飘，就是不靠岸。我老伴儿每天晚上7点之前准时出门，不过12点绝不回家。哦，2年多了，每天如此风雨无阻，跳舞、买彩、打牌，他的夜生活五彩斑斓，却留我独守空房。重庆大哥您注意了啊，可以向他效仿一下。孟老师您知道吗？哎，对对对，这孟老师，孟老师您知道吗？您知道吗？知道，他也在家唱歌。过去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依偎在老伴儿的怀里看您的节目，可是打从他开始出去鬼混，我们就再也没坐在一块儿看过电视。孟老师，北京人说话是这样吧。孟老师，您之前总是在节目里建议我们中老年人有问题就去跳广场舞，我特别想跟您说，您这招不靠谱，更容易出事儿，你知道吗？检讨。我教会老伴儿跳舞，结果他用舞姿去撩别的女人。有天晚上我无意之中见到他骑着自行车拉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有说有笑，他们在自行车上笑，我只能躲在一边哭啊！你们能想象那一刻我心有多疼吗？我赶紧跟儿子说：“振宇啊，他儿子叫什么？他儿子也叫振宇，这不是令堂，对，也不是我占便宜啊！赶紧跟儿子说：振宇啊，你不要来来回回就这一句好不好？”你爸爸可能跟外边有人了，你赶紧帮我去查查。振宇啊，我都听不下去了。儿子跟踪了2天回来跟我说，妈，那就是我爸一舞伴，长得忒磕碜，你知道吗？远不如您好看，您放心吧。我怎么放心啊？宁愿跟长得磕碜的一块也不在家陪我，我这心哇凉哇凉啊。哇凉。振宇啊，你跟我儿子同名，那我就把你当孙子看了。不是，他岔了，可岔了，就是我错。振宇啊，你跟我儿子同名，我就把你当儿子看了。你那俩眼睛跟显微镜似的，那得多丑啊！你帮妈瞧瞧。你帮妈瞧瞧，你爸这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还有没有我？这就是我的苦恼。所以就是他妈妈担心爸爸撩老妹，是不是因为
这大姐天天在家没事唱歌呢，一天唱8个9个小时，有可能生活迫使。好，来，我们有请孔大姐来浴池去接一下。要你，振宇，振宇，你儿子太慢了，咱一块儿吧，一块儿吧，慢点，慢点，慢。好，姐姐好。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我是一位幼儿教师，我的孩子们亲切的叫我 Wendy。Wendy。你老公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都要6点钟出去啊？有2年了，每天他6:45做准备，穿鞋穿衣服，门口趴好，7点钟。对，有时候当当一开始跑，出去了。有时候我偶尔的要用他，他正在穿鞋。偶尔要用他？不是，怎么用他？假如说我家的那个柜子上有东西，我要让他给我够一下。我说老公，你等会儿再走，你帮我把那够下来。你没看我干嘛呢？你没看我干嘛呢？我的心里都特别理直气壮。对对对，他就觉得我干我的事儿，这事儿这时间就是我的。主要什么呀？他不管刮风和下雨，哎，风雨无阻，一年365天，他358天他要出去。哦，剩下几天发生了什么事？30晚上聚会，家里头肯定是不出去。50天到初六，人家外边没人呀。对，找不着人了。哎，对。但是姐，我觉得啊，在北京，风雨无阻不叫事儿，雾霾才出不去，见不着人，那么大雾霾才出去，戴口罩出去啊？戴口罩跳舞啊？啊，对呀，跳舞的有人也戴口罩，怕人拍，对吧？一般跳广场舞的男的少，所以是个宝。我真的是，是你们去的少。你看看那个所有那可就连上了，男的少所以是个宝，你们去的少。还差你一句啊，押奥的运，要。我去看过那个广场舞，因为我们家门口有两波，你放眼看去，那些大姐大婶儿占80%-90%。对，里头有这么3-2个，或者有时候3-5个老头，你不知道这老头在里边有多吃香。哎，懂什么叫众星捧月吗？他跳交谊舞。交谊舞啊，不是跳交谊舞。那我跟你说更好了，交谊舞比广场舞这个吸引力更大。对，1:1和1:2的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距离更近一点。对，更私密一点。没错。他几点回来？我想知道。他不到12点他不回来，我苦恼的在这儿。这边12点该睡觉了。怎么可能跳到12点呢？他这个几个小时干好几件事，不是说就光去跳舞。哪几件？您给数数。先出去干什么？刚才说买彩。对，买彩票去。然后反正我知道是我们那广场舞是8点到9点半。以前呢他跳舞是到9点半就回来。现在呢？现在呢他9点半，我问他，他说的是，他说没事，我就闲着那看会儿牌。你在那儿看呢？看几个小时？你说正常吗？不正常。就站在那儿来，就这么看，一边看都是男人，一颗接一颗，一颗接一颗。他抽吗？抽啊，说的就是这个，他得跟着人抽烟呀。回来以后，12点回来以后，那呛着呢，他身上还有衣服上都特别特别的呛，都是烟味。但是这件事儿另外一面也折射了一个安全，就是没有这个。他没有回来一身香水味。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来，还是说有一个女生叫做彩票？来看哪个？你老公是哪个？是那个？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我是北京的姚景泉。您老头长得挺讨喜的。你媳妇说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基本上正确，反正我回来那点什么的都差不多。只要不在家待着就痛快，对不对？对。只要不在家待着就痛快，对不对？对。这坑挖的，这坑挖的。那家里不痛快的原因是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不痛快，就是出去散散心。
啊，你没怎么信。365天要散300多天，你这心确实挺难散的，你这个。358天。你心里都憋了什么玩意儿在憋的？要一天散。要散4-5个小时都散不掉。他现在这种状态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哪有说不到12点不回家的？你说这么大岁数，晚上回来跟我看看电视，咱俩一起分享分享这一天的生活，或者有点高兴什么的，多好啊！原来呀，他9点半10点回来的时候，9点半就为了看《非诚勿扰》，跟我一起看。嗯，啊，傲娇的表情。现在就近这2年就没时间了。不，你老公做什么工作的？他是居委会。哦，那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工作。哎，我们算同行。他居委会里边是不是每天听着一肚子的负能量，然后每天不出去散就不行？录四大名著，我录2天，我也得散1个多礼拜才能把它散掉。我都散到后半夜才回家。他就是散心，没有他这样散的。他这是自己上外边去作着时间，熬这时间去，那哪对呀、啊？大哥，你这岁数，我直截了当问您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出去这个劲儿这么大，是家里头有劲儿把您给推出去的？还是外头有劲儿把您给吸出来的？你看你用的那些词儿，推的反义词是拉，对，不是吸，吸引，是家里人给你吐出去，外边给你吸进来，对吧？推出去是拉出来，会不会说话？大学老师怎么当的？推了，哪一个？就最主要的这个内心的动力是哪一个？最主要的是这边推一点儿。那边也拉点。好，来，好，有你这个话就对了。你说，你是怎么把他往外推的？他对你媳妇家里边哪点不满意？嗯，主要还是平常有点爱叨叨。啊，一叨叨我这出点赛的接一省的叨叨了。我还算爱叨叨的女人呀。这就不好说了啊，这就不好说了。哎，这我们不知道。我儿子有发言权。哎，儿子在啊，来，振宇。哎，大家好。振宇，你告诉我，温迪算是一个爱叨叨的女人吗？看跟谁比？你看你爸一眼干啥？振宇说真话，有某些方面的确是有一些，有一点爱叨叨，爱发表意见。和你丈母娘比呢？那我丈母娘简直就不说话了。要这种儿子有什么用？养这么大有什么用？我还算爱叨叨的女人呀。和你丈母娘比呢？那我丈母娘简直就不说话了。温迪姐姐。温迪姐，儿子是拉来帮你的，还是帮老公的？我不知道。不，带儿子来的主意是你出的还是你老公出的？不是，是我让我儿子帮我。早知道不带来了。可能上当了，不见到好久了。振宇，你觉得父亲每天晚上出去这么久，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是吧？是属实。你觉得是有问题的吗？他回来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太晚了。没错。我跟你说，我要是每天你让我每天出去浪3.5个小时，我真不一定找着项目。你还没到那岁数。不是，你要说约朋友吃个饭，可以，连着吃，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吃，吃到第5天躺在床上直哼哼就没劲儿，真的是。哎，你所以你的身体被掏空了，是被掏空了。那个大哥，你说说呗，刚才讲了家里头确实有点往外推的劲儿，那外头那个往外拉的劲儿是什么呀？我这出去每天都先买会儿彩票，完了买完彩票的时候基本上就7点半来钟了。7点半钟啊，溜达一圈，看那儿跳舞的就玩会儿跳舞的。嗯啊，要没跳舞什么词儿，玩会儿跳舞的。哎，先玩会儿跳会儿。这什么词儿？这是不扯这个，我们来看那个跳舞的视频。跳舞的样子。
大姐，您点评一下老公现在这个跳舞的、跳的怎么样？他跳的并不太好，但他表情到位啊。对，他高兴啊，高兴啊，高兴的点是可以。其实我理解啊，两个人跳交谊舞，就那种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手的位置。这个交谊舞吧，是一种还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一种活动啊，娱乐活动。文景老师，我是觉得啊。您作为一个女生，你可以这么理解问题。女孩子，如果说哪个男生为了健身去跳的交谊舞，我就先睡了。尉迟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你们得感受一下跳交谊舞。你跟黄豆跳。对。就是就这份这个距离感，如果是自己的太太，你根本不会注意自己的身姿啊，就哪儿近了哪儿远了。但是是不是自己太太，是自己女舞伴，那还有这么一份保持，你会更挺拔。然后在这里你碰到了哪里，对不对？隔着衣服你会猜到很多东西。你放心，就是品质不好的人，他怎样跳他就是品质不好。他怎样跳，你过来，你也是妹妹来看着啊。他骨头硬，您小心点。是男，我是男生，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啊。他有的女人啊，要是不正经，他也往你身上贴。像我妈说的，有一方面就是找二妈的这个隐患啊。但是，哎，北京人管这个叫二妈。对。哎，振宇啊，里边心里边说了一个细节。哎，你妈让你跟踪你爸有过一次是吧？嗯，你发现那个可疑二妈长得特别磕碜。对，这么说我有点对不起那阿姨，但的确长得挺比我妈寒碜多了。哈，你妈在这个岁数的长得算好的。对，我觉得咱妈这个样子年轻时候一定是个很漂亮的。比你爸颜值高。对，显然振宇你随父亲多一点。你先描述一下吧，是怎么个过程？我们想听听那个破案记。其实就是这个起因啊，就是我妈发现我爸跟一个那个所谓的二妈出去一起骑自行车，就跟80年代电视剧里边那个学生校园剧那种感觉似的。甜蜜蜜那个电影里的。对，感觉是不是黎明啊？但其实我心里是不信的，因为我爸这个人啊，他比较不善言谈。如果说真有一个二妈了，那这女的得上赶到什么程度啊？我这心里想呀。那你凭什么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上赶着的人，二妈呢？其实我就看见我爸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跳舞，也没有那种就特别暧昧呀。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跟我爸一起跳舞那阿姨，的的确确长得丑点，一般吧，啊，挺一般的阿姨。然后所以我也就比较放心，回去跟我妈说了，我妈还不信，还得让我再去一次。然后等于我去了两回。你看见你爸骑自行车驮那个阿姨了吗？这个我是没看见的。那个姐姐，您看见了是吗？啊，我在错，我在楼上看见了。他骑上车，然后他就窜，就是过去。手扶在哪儿？没有，那个我没看见，那个没有，那没有。但是从常识上说啊，坐在后边手不扶着坐不住。对。手是这样放开。坐在后边手这样。自行车上载的那个女子，您这个事件解释一下吧。啊，那也没问题，那好办。What？ 那个是，他说跟人不一样，好办，这个好办。你就是原先也跟我一块跳舞的，跳舞伴，对。后来离得挺远了，搬走了，就是现在、换了、现在根本就不接触了，就是他们所谓不好看那个。哦，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好看一点。啊，现在这个。说的，现在这个比前面那个好一点，说这些好事了，哎，一般般吧，都谈不上好，还往坑里跳呢您。我就在想，这节目播出的时候，那个长得不好看那个大姐会不会打电话来说，凭什么说我不好看呢？我搬回来。温迪姐，那您怎么不跟老公一块跳呢？我们俩现在没默契。你也去找一个舞伴呢、Jason 什么的。Jason，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跟太太之间两个人的这个生活怎么样？生活挺好啊，挺好的是吧？就是
太太现在配合度高吗？还是说不太愿意跟你亲热？配合度挺高的。好，因为我在找这个推出去的原因，其实男性在五十出头之后，会有人生的一次巅峰、小高峰，它不是巅峰。然而这个阶段的女性会有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跟矛盾，会让两个人不愿意在一块儿。不对，因为刚才就是人大哥说了，那个自己太太也挺配合的，只有姐姐一脸娇羞呢。这些东西是谁教你的？你还没到这个点儿，你还没到这个点儿，这是谁教你的？你知道我的朋友都是这个年纪的。那个，你们结婚多少年？30年。你看，我跟你说啊，还在天。尉迟说的那个话呢，不能说一丁点道理都没有，但基本上是胡扯，对吧？尤其是对一个婚姻在20-30年的这个状态来说，大家其实是在按照一个特别强大的习惯的惯性在往前走。哎，嗯。所以这就是生活的本质，不是说你看都这个老夫老妻的，你还回家说，为什么回家？有个爱我的人在家等我，那就是下班该回家嘛，对吧？他不一样，这就是生活习惯。温蒂宝贝在家等我。对，你看。那大哥，那个您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儿跳？他现在一个身体也不行了，刚才还说行的呢。刚才说配合度高，胳膊腿儿跟那配合度不一样啊。两回事，两回事。对对对对。大哥，跟太太跳和跟其他的女孩子跳有什么不同啊？你把她们叫女孩子吗？在她心中是这样的吧，资深女孩子。资深女孩子。其实啊，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就是。我不信。这不都是你的动作吗？我不信，肯定是有不同的。您要是不好意思说，我来说。替你们说吧。哎，对，意思我爸这意思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呗。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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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些本事跟外人使牛，跟自己家里人使不灵。意思不大，对，就没觉得价值没有。你夸我怎么样呢？我跟你跳跳一小时，都夸30年了。对啊，你夸我腻了，没意思。然后外面一传说，哎，那大哥跳得特别好。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女孩子们来，哎，大哥，我跟您跳一个，我听说您跳得特别好，就价值感不一样。这个他懂，他一天到晚在那微博上打打杀杀的，他肯定不会在他媳妇儿面前，他媳妇儿看够了，肯定是在外面看，就哇好 man 哦，哇好 man 哦，嗨了他。我们听来过这么多，你老公是属于我一看绝对在外面没事的那种人，因为我告诉你一个常识，哎，男人在外边要真有事儿，他绝对不敢365天他都出去。哪个作死的说我每天晚上我到点儿，我7点钟我对对对对，刮风下雨我都去，有道理有道理，你身体真没这么好。先投票，咱们再接着说，来来来，这个支持这个大姐的阿姨，我是真苦恼啊。保证超过刚才那个。你看看，我说的对吧？肯定超过他了吧？现在这个事儿比较清楚了，就是您往出走，问题不大。家里头也有烦心事儿，外头也有有意思的 interesting 的事儿，对吧？还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简直听不下去，好好说话。我说的四个汉字啊，然后但是往回，这个不愿意回家这个劲儿，好像稍微不太对。我那意思就是你早点回来，跟原来似的，咱俩看看电视，聊聊天，说说话。那很简单了，咱俩有个沟通。就怕跟你聊天，不爱跟你聊天。哎，我觉得问题在这儿。其实你们家的是刚才你在后边听到前面这个大姐他们两个是吧，他们两个家庭的类型是一样的，都是缺乏或者不愿意有沟通。对对，您说的，他老公什么的夫妻感情没毛病，绝对不是说我不想跟他过了，不想过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就是什么呢，没什么想沟通的。对，我也聊了，你包括什么大学教授啊，在外边混得特别好的那种特别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他们到都会面临这个，嗯，
回家不说话。哎，回家不说话，我在外边有人理解我，我的事业成就牛。哎，对，牛，这么多人崇拜我，霸道总裁，或者我的才华，我的各种事，哎，有人欣赏。我回家里边，这三十年了，我的什么才华他都看得够够的了，在这儿他没感觉了。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跟媳妇儿得有一项共同爱好。共同的爱好，只要有一项就有话题。就是打个比方，看个《琅琊榜》，我就说得出来《琅琊榜》，什么悬崖，一年有这么一部到两部剧，一看了之后，跟媳妇儿俩人说，哎，你就他给你抓住他能不能叛变呢？这个聊这个你还能聊一晚上呢。哎，谈谈电视剧，这不就是家庭生活吗？你说对不对？就大姐，我说对不对？对对。你起码一个礼拜，你拿出个三天在家待着，跟媳妇儿在家聊聊天，不是不可以。大哥，你说说。对对对，以后稍微收敛点儿，尽量注意点儿。他用的那词儿收敛一点，他用的词儿跟人不一样。以后注意点吧，反正尽量早点回来，跟媳妇儿多沟通沟通。嗯，我那个提个要求行吗，大哥？说吧您。您能到台上来跟温蒂姐姐一块跳一支吗？哎，对，行，没问题。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来来来来来。大哥，你的表情，你的表情。要笑。大哥，你现在要表情不好的话，可出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得比在外边还兴奋。全程大姐没有看大哥一眼。是的，大哥也是，所以大哥还老看一眼看一眼，从那个表情一开始从这样就到最后就这样了。这只能说明确实好久没交流了。哎，俩人两个大脑没有共，所以还是要有共同爱好。好吧，这家幸福着的，没什么毛病。哎，你稍微跟你自己都说的啊，收敛一点。对，他自己用的词叫收敛一点。好吧，那大姐去那儿吧。哎，谢谢，恭喜你获得了海天黄豆酱送出的消除烦恼大礼包。来，接下来第三封信。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因为总有个人三番五次想害我，想害我，那就是我十岁大的儿子。都说三岁看老，所以在管教儿子方面呢，我一贯主张宽严有度，奖惩分明。但我老公却奉行开心随意，快乐就好，对孩子犯的错误永远是一笑而过。我管教儿子，他却管教我。你对孩子太严厉了，以后教育他的事我来，你就别管了。这下好了，儿子从此认爹不认娘，气焰无比嚣张。哦，乐乐，今天降温了，你穿件外套呗。呵呵，你可没资格管我，我打电话找我爸。乐乐，你功课做了吗？还在打游戏啊？让你管，我打电话找我爸。太不像话了，你以为你爸什么事情都站在你那边吗？ OK， 嘟嘟。爸爸，妈妈又逼我。你说啥？没听清，再来一遍。妈妈又在逼我。这边说的跟前面不一样，完整的。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忙，请稍后再拨。妈妈、爸爸又在逼我。这鱼要找回来。儿子、啊，不哭不哭。儿子、啊，不哭啊，不哭啊。儿子、啊，不哭啊。来三遍。来三遍才能找回来。我没听清，你再来一遍。儿子不哭啊。哦，爸爸相信你能管理好自己， Just do it， 加油。嗯，我有一个好爸爸。我
你自己不管孩子还鼓励他跟我对着干，有这么当爹的吗？你在孩子面前当好人，坏人都由我来做。他现在越来越讨厌我，前阵子居然还鼓励他爸跟我离婚，跟我离婚，甚至在作文里大肆写要伤害我，我真的很伤心，对老公更是失望透顶。四大名著，请你们帮帮我，照我老公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真的很怕哪天儿子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呢。我觉得听上去这个事儿比前面两家要大，要严重，要严重。好吧，我们就先哭到这。哎，来，你好。谢谢尉迟。哇，他两个小虎牙。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吴先琛，我就是那个苦恼的妈妈。哎，可是我觉得家里有一个黑脸一个白脸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他这个白脸唱的儿子连亲妈都不认了，是不是黑脸太黑了？我认为不是的，其实就是说在我的所有的朋友和就是说我儿子同学的家长中，甚至认为就是说我对儿子太民主了。哦，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很民主的妈妈。我觉得我对儿子的这个教育尺度应该是宽严有度。嗯，那个宽严有度一样，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严的最严来一个例子，哎，最宽的来一个例子，最严的处理。比如说孩子做作业这件事情，我要求，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你必须10点钟完成作业，然后周末的话，那你必须周六把所有的作业做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不过分。我比较关心的是，如果做不完你会怎么样？不让做，就给做。不用做了，你不用，你没做完，那你不用做了 ，OK？ 耶。所以你并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那种，就是非常家长式的说，我揍你。我一边待着罚站去，或者是不给吃饭。没有，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那种民主意识其实还是挺强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他没做就不用做了，你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跟他说呀？没做呀，没做那不用做了，就玩吧，等周一的时候看老师怎么弄你好吗？是这种还是什么样的？不会，临近那个界限点之前我会多次提醒他，但是他无所谓啊，无动于衷啊。不是，或者是你现在说的这个状态是孩子已经有点失控的之后，在爸爸接手管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你管的时候所谓的宽严有度是怎样的？就是如果是孩子完全是我教育的话，我觉得其实不要，我觉得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客观发生过的。比如说我管的话，我孩子规则还是遵守的蛮好的，我是这样认为。几岁之前是你管？应该是在3年级之前吧。嗯，但是因为就是我跟他说了之后呢，就是有时候他爸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孩子就会那你们两个的这个有分歧啊，不一样啊，破坏权威。对，那他就这样慢慢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无论我要求他做什么事，他都会首先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打电话给我爸。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有很多忌讳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父母持有明显不同的标准和理念。嗯，是没错，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而且是破坏性的加速度因素。嗯，来，我们有一段视频是吧，我们看一下。娜娜，不要看电视了吧？我要。你今天已经看了一天了。啊，为啥？咋了？不给啊？你作业还一个字没写呢。我给我打电话。今天周六能先把作业完成吗？凭啥？我要给我爸打电话。拍这段视频的时候，孩子知道吗？他知道。知道你在拍。他知道我在拍。对，但是他平时这种状态，基本除以二吧，就是小孩这个特别欠的样子，除以二，大家能想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他演的，他就是这样，他平时真的就是这样。你认为不用除以二？不用，他觉得不应，可以问问他爸。应该乘以二。哎，那个你老公，那个是你老公吗？哪个？一看就是一副 IT 界精英的样子。你坐在那个位置有啥想说的？四位导师好，大家好啊，我们是导师吗？都做了一年了，才有人叫我们导师，高端了是不是？有我觉得有值。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先把椅子转回去啊。就关于那个，
小孩的那个教育跟太太是在理念上分歧很大。嗯，那我比较注重我的理念呢，是要尊重小孩，要尊重他的情绪，尊重他的感受。我太太在这方面是比较坚持说，小孩还自己可能还小，没有自主的能力，没有能力，所以呢，我们要多帮他计划，帮他决定。所以这个上面有时候冲突是很多的。大哥，我问一下，那出现了这种教育争端的时候，孩子打电话给你，太太也会跟你复述这件事儿，肯定两个人的口供是不一样的。是的。你信谁？早期的时候接到电话，妈妈一般都是很在电话里面非常愤怒，那么换到孩子这一边呢，就是哭，很可怜啊。所以听孩子，所以刚才您还提了一个词儿，您就说，太太的教育方法是帮他怎么样，帮他安排，帮他计划。你是觉得“帮”这个词儿准确吗？还是因为他是替他安排，替他计划？替更准确一点，甚至有时候是逼他做这样这样做。对，好了，那明白了。你回头看，孩子已经在那等。那个乐乐你好，那个乐乐，我问一下啊，咋了？哎，咋了？咋的呀？我怎么听着你还姥姥？我听着老了。那个，爸爸好，妈妈好啊，在你看来，肯定是老爸。爸爸，爸爸，评个分好不好？100分满分。那个妈妈多少分？100比0。100比0。爸爸100分，妈妈0分。对。那你现在给妈妈打0分，是觉得特别不喜欢妈妈吗？是的。那你觉得妈妈怎么做你能够给她的分高一点点呢？就跟我爸一样就行了，就不要管你，他就平时别管我就行了，我自己做好自己的就行。可是你妈说你的功课都不写。你作业都按时完成了吗？12点之前。晚上12点之前。现在还好啊，那大爷还没回家嘞。10岁的孩子12点就知道该完成完成，该回家回家，该不唱歌不唱歌，是不是？你看看你们一把年纪，小高峰都来了，那青春期都没到呢，好吧？反正我12点之前完成作业就行了。乐乐，我问你一个问题，从你的角度来看，你妈妈最严的，对你最狠的管教方式是什么呀？以前吧，以前她拿衣架打我，然后就是因为我英语没读好。衣架打呀，衣架，怎么个打法啊？咋个打法啊？是那种特别疯狂的打打打打打不停，还是说就打一下？做作业哪一种？不仅是几下，以前至少上100下，上100下。哦。哎，我们把这个口供啊，咱们三方串一下啊。那个孩子爸爸，你先说说，你据你所知，现在孩子给妈妈打0分。最主要的讨厌妈妈，或者是恨妈妈，或者是觉得妈妈哪儿不好，讲一件事，就是在尊重他自己的这个感情的，强迫他，对，就是强迫的事情啊比较多。用什么手段强迫？电击，一两，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呢，我回来之后，孩子说妈妈经常打他，会用很严厉的。这种情绪去 push 发飙对吗？对啊 push 对。但是哎，这个我能说两句吗？首先我觉得就是我儿子说我打了他几百下，这个绝对是夸大其词。100多是你自己夸大到几百的？能听？刚才是100多下，到他这儿几百下，到底听谁的？我们那就算差了100多下，那绝对是不实。我应该，我记忆中就是、大概98，就是拿衣架打过他3-5下，而且那3-5下是很轻的。谁说轻的 ？OK， 那我问一下，这个非常关键，这是分水岭。嗯，你打孩子的时候是自己已经发飙了，就是那种，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听话？那孩子不会坐在这儿的，还是离他远一点？还是说你是我吓到了？还是你是有策略的？就是听不听话呀？做不做作业呀？还顶嘴是吗？还顶嘴吗？哪种？讲实话，是失控的还是有控制的？当时来说应该
不是说会特别失控，但是其实我心里的话，我肯定也是不认同打孩子这个事儿的。但是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我当时很气愤，然后我刚开始是拿了衣架，应该是威胁他，结果他再一挑，你来啊，你打我呀，有种打呀，哎，对，真打。但是其实打了真的也不疼，我应该是这样的，觉得是吗？是吗？我妈也觉得她打我不疼。打完以后几条红印子全在上面呢，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应该就是几条红印儿，就是几条红印儿。其实之前从幼儿园一直到一二三年级，孩子会说我晚上很害怕，很惊吓，半夜会醒来啊，然后呢这种情绪心理状态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你儿子跟你说的？是的。对，那就绝不是打五下的事儿啊，那应该有更严重的问题。是的，孩子非常敏感，跟同学的这个关系处理上面处于一个不太好的状态。他跟女同学讲个话，然后别的同学就嘲笑了啊，你跟他恋爱了，你们要结婚了吧，他马上就会对别人就要动手动脚，动手动脚了。稍微的有压力的事情他就会做出很强烈的反应，反应过激。是的，就是心中没有爱，平静不下来。这个不是说学习上压力大不大的事情，而是平时爱的滋润不够。我觉得妈妈呢在这个方面，她对这个上面的认识还是需要加强的。孩子的这个印象它不是某一次形成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点奇怪了，有点让我非常非常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孩子半夜惊醒这件事儿就很可怕了。对，这不是拿衣服架子有控制的打了五下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大屏，看一下孩子的感受。总之你不服输甭上课去了，我跟老师说。我想你好贱啊。孩子作文是吗？我不想被虐了，所以我乖得像狗一样听话。老师的评语是想问题太偏激了啊。英文作文今天早上妈妈拿走了我的 iPad 不让我拿去学校，我感觉到了出奇的愤怒，我只有毁掉我的妈妈才能开心。他写的原文是 I killed my mom third time。 这句话原来是什么？因为他是拿修改的纸改了那个字儿，还是 kiss？ 对。这个我没注意到，应该要不就是那个单词写错了，我估计是他这个。注意到这样的话出现，你会没有注意到？但是应该是不忍直视吧。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了，重要是这个已经非常危险了。嗯，人格上的危险。问一下吧。对，我问一下小朋友乐乐。哎，为什么作文写那个话呀，说妈妈那个不好？他以前对我就是很坏。就是说衣架那个很重很痛。我总觉得我现在我性格跟我妈差不多，跟我妈以前的性格就差不多，就我爸刚刚说的那些事儿，就同学一说我就想打别人啊，很正常啊，因为你只能学到这些处理矛盾的手法。嗯，在家里你跟你妈一有矛盾，你妈就这样是吧？是的，甚至用椅子砸桌子什么的都用上了。哦，所以你觉得你让你妈不开心，你妈就揍你，所以你同学让你不开心，你就揍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上啊，真的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问孩子，他不合适。对对，我举个例子。我十岁的时候我爸妈打我，那打的就惨的，就是打的我奄奄一息，气起来就是我爸这你拿凳子也砸过我，这也就亲妈干的事儿嘛，对不对？你接住了是吧？对，一举个冷哗，一只手接住，轻轻地把凳子搁到地上，夺门而去，不到十二点绝不回家。我要散散心，我心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难耐。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我后来也很阳光，我也爱我妈，我妈打成我那个样子，我很多年也打回去了。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已经有不太好的苗头，要及时的，对，及时的要再不在这个时候控制的话，可能孩子以后的问题就会没错。这个作文的事儿，我想说一下，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安慰我，对不对？但是他就是看到我了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你把儿子逼得太狠了。当时其实我蛮伤心的，我觉得其实就是
是当着儿子说的吗？不是，他是私下跟我说的。我是认为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就是面前怎么说呢，装好人，然后指着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对吧？所以儿子更觉得你不对。对，儿子就没有对比，他就没有伤害啊，他就觉得哦，对啊，那妈妈实在是太可恶了。他指责你是当着孩子的面吗？对对对，是有好几，而且是特别激烈的那种指责。先生有啥想说的？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孩子只能够被动的全权的交给妈妈来负责，但是交了之后这个一年半回来之后变化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我心里面也是一团火，很着急啊。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讨论的，说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调整啊，比方说这个兴趣班是吧，从3岁到现在7、8岁都换了10几个了，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减小他的负荷呀？很多他不愿意做的确实要尊重他不要去了，但是这个沟通我做得很失败，然后沟通不下来。在这个上面你夫人太强势吗？是的，看上去像。好，哎，所以呢具体执行下来还是没有按照我期望中的去调整，确实孩子都没办法了。我一直一开始沉默了好长时间，但凡讨论到孩子教育，尤其是这么大的孩子教育的时候，就是你到底是妥协还是不妥协，你妥协到什么程度。我太知道您刚才说的，因为我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女儿上1年级的时候，上小学的第一天，他们全班的孩子都认得字儿，只有我女儿不认识字。哎，很奇怪的，这老师得问啊，为什么你们家孩子不提前去上那个学前班，班上所有都认得。我说他就是上小学1年级是来认字儿的，幼儿园教的他也学了，但是有些东西就是1年级学的。啊，那不对啊，所有孩子都已经去提前上过那班，都学过的。我说他都学过那个1年级，他来干嘛？为什么你们学校不从2年级开始教呢？嗯，如果我跟你持一个态度，我们为什么要去上那些很变态的那种班？好，你不去的后果是什么？嗯，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评价。对，你是仗着你们家条件好吗？你们家是名人了不起是吧？你们家就是不愿意跟普通孩子一样是吧？所以吓得我赶紧去上去上，我们不能跟别人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拽啊，你名人了不得啊，你哪个孩子愿意上这种变态的班呢？好，就别，你妥协不妥协？你妥协还是不妥协？孟爷爷刚才讲的这个，我的认识是这样，学校范围内规定的语文、数学、英语，这个你必须要做好，这是分内之事。但是分外的，我不逼迫你，我不期望你进四大名校，进清华、北大、哈佛，我不给你设定这样的目标。大哥，您说的这段话，我真的感觉你完全没有在这种一线的压力。你真的没有在一线的压力，你看到周边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要面对的竞争是什么吗？当然各在一个极端，都有一个极端理想化，一个极端的觉得现实化。对，害怕。玉池说的对，我们的教育当中会把有一些父母逼到接近于变态，你媳妇儿就是属于接近于某些变态的里面，而你呢，相对隔着点距离之后，你会保持着对教育那种比较理性的、比较理智的那种判断。但是你应该做的最大的努力应该在于和你的太太共同想好你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共同去执行，而一定不要把自己弄成他们母子之间，或者说你们孩子家庭教育当中你是终极仲裁者，你站在比他们高的这个位置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位置。在亲子关系当中，这种角色是会在他们之间加剧他们母子的哦，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最后这个词儿，要捏，不要拆，这个完全不一样。是，我倒觉得这样吧，留几句话，投完票以后说。哎，来，拿投票器，支持妈妈的阿姨。你不觉得他俩问题？这是他们俩的问题。成立，今儿的苦恼都成立。孟爷，在您熬汤之前，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就有点陌生？我觉得玉池说的这个特别好，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方向。其实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解决你们的关系问题，比解决你们跟孩子的问题更重要。对，虽然在台上你们一句都没有在这个问题讨论过，但是其实你们内心是知道的，你们夫妻关系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一定程度上是孩子和妈妈出现矛盾的至少是源头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映射，我倒觉得你们首先花一点时间把你们之间的夫妻关系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是最直接有利于你们对孩子的教育。没错，我觉得孟爷爷一下就看到问题的症结了。我希望说的是妈妈要更多的爱自己，我觉得妈妈对自己都爱得不够，所以呢她会觉得那样就够了，但实际上我觉得那样爱孩子不够。我懂您说的是，对，我铺两个底吧。第一个，你老婆跟你发脾气，你大概拿出20%的这种包容心啊，你把她那个脾气包容下来，干嘛用？给你儿子看怎么处理矛盾。我妈着急了发飙了，不管有没有道理，这个厉害的男人是怎么处理的？怎么着几句话之间一下子一转，哎，没了，而不要动手打人。他跟他妈现在学的已经比较直接了，这个教你儿子他会看到。那么给妈妈一个建议，是学会控制自己的表达，你要让孩子知道有脾气了还可以那样表达。你作为家长你就不能跟你儿子发飙发得那么狠，因为他是没办法的，别冲孩子100%发，收敛一点。我觉得这个讲得特别好，我也希望妈妈在学习之外的东西，在亲密感的这种建设方面，就是让孩子觉得妈妈除了是对我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她也是真正的是非常爱我的。那从我的角度，以后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爱我的太太。好吧，祝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谢谢收看今天的四大名著，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